你说这个爱情吗？真讲实在话，那也是名呀。情为何物？问你情为何物？直叫人生死相许，这是迷啊！这空啊，这是空的。总有一天呐、老了，对不对？两个人都老了，但是情还在啊。老了，情也在啊。接一个吻，牙齿都掉了。最可怕啦！我告诉你，接吻接得太激烈了，把老太婆的牙齿都吸到自己的嘴里面。还有一次接吻很恶心呐、跟老太婆接吻呐、老太婆在生病呐、她的那个她咳出一口痰。你这，你刚好一跟他接吻，连痰都吃下去，很可怕啊。年轻人还可以玩一玩呢、老了就要认份一点，真的老啊，好爱认婚呐、爱认婚呐、不是年轻的啦。对不对？哎，其实情也是空啊，情也是空啊，真的。你看那些伟大的爱情，都是悲惨的故事啊。梁山伯与祝英台，那都是悲惨的啦。罗密欧与朱丽叶，都是很悲惨的啊。那个才会流传千古，什么王子跟公主结婚呐、王子跟公主结婚以后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都是骗人的，骗人的童话故事啊！什么王子跟公主结婚呢？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告诉你啊，幸福不过是几年呐、以后你就知道了。看开啦，那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看开啦，没什么，生死都不顾，还有什么情爱？那病的，一场病。就叫你的所有的欲望全部通通消，真的，你哪里有精神呢、没有精神呢、如何在谈恋爱？你谈恋爱不是谈假的吗？强颜欢笑，苦中作乐，这没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强颜欢笑，实在是病得很苦，笑都笑不出来啊！就算笑了，都比哭还难过。笑的时候都比哭还难看，真的，那美貌没有几年的，甜蜜也不会很久。啊，李理发师对不对？对呀、甜蜜的时光有限呐、一下子就没有了。你一生恋爱很多次啊，哪一次你成功？现在还不是孤家寡人一个。对呀、那利法师年轻的时候多美，
那三个男人呢、啊，天天到他家的家去割草，去割草啊！只要莉莉法师开窗看他一眼，哇，那三个男人呢、啊，就拼死拼活的割草。人生就是这样子而已啊！你看现在都没了。还有许先生要房子车子给你，还有银行存多少给你存多少钱，要你嫁给他，我说去吧。他以前很美的，现在看谁呀、啊。到最后跟着我出家，你看吧。啊，穷途末路了。这众生有病，所以维摩诘才有病。